甲官帝庙六号晚上人潮满满，瓦杯比赛大奖汽车一部，决赛场面超火热。只要拔出六个星杯，就有资格进入决赛。紫色上衣弟弟犹如黑马，和另一名信徒同样六个星杯，两人 PK 赛，紧张刺激。十一岁弟弟掷出醒杯，全场欢呼，最后以七个醒杯夺冠，赢得价值60多万元轿车。而蔡姓男子第二名，六个醒杯赢得价值7万多元的机车一部。可能昨天晚上一整一晚都没有办法睡觉了，很高兴，非常高兴。弟弟的家人超开心，说他梦到关圣帝君，象征带来好运。不止赢车，在其他宫庙也掷出10个醒杯，赢回大龟王，手气超旺。应该这个大奖是，小朋友，年纪最小的记录了啦。关帝庙瓦杯比赛已经举办20多年，今年共24000人参加，214人进入决赛，人数创下新高。而这回汽车大奖得奖人只有11岁，更破了得奖年纪最小记录。男童全家笑眯眯，说要一起开着新车来一场家庭旅行。解说配成黄世云高雄报道。上这个梦梦水独家配方，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船酸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喝。